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万，欢迎来到 Mr. 木香谷小教室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一个 Slow Rock 节奏，十二八拍，咚吱吱哒，咚咚吱吱哒，慢摇滚节奏。相信很多人都听到一些歌曲，你可能打动词打词打不进去，那就通常会是 slow rock 的节奏歌曲。那今天我们很特别，我们来教一首谢振廷老师的《你的行李》。这首歌呢，原曲是没有鼓的哦，没有这个节奏类乐器，只有单一把吉他。那我们来把木箱鼓的节奏放进去。听听看，很好听哦。我们就把这个节奏放进去，咚次次，哒次咚，咚次次，哒次次。Slow Rock 有一个重点，你要会算拍，右撇子，右左右左右左，左撇子，左右左右左右。但是你的重音会一下左手，一下右手，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左右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次。吃吃完，大吃豆，豆吃吃大吃豆，豆吃吃大吃豆 ，OK 吗？第一拍，豆吃吃，第二拍，大吃豆，第三拍，豆吃吃，第四拍，大吃吃。你的行李，我们听听看。我的行李已经打包好，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。好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好听？哇，放个节奏进去，你就有事做了，有没有？快点，鼓手，是不是很多人很多乐团开这首歌，鼓手没事做？没错，现在让你有事情做，把这个节奏放进去，让它变得非常美妙。OK，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帮我们的 Instagram 追踪一下 Mr. One Kahong Facebook 按赞分享。最后。可以到我们官方网站逛逛，我们有很有质感的官方网站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祝大家天天快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